地板也自己贴的。这个要歪哦，很努力，只剩时间而已。压皮呀、啊。爱的鸭子，累死老半年。OK OK。哦耶，这正常会插一只啦，用插一只皮这样子，弄它这样。啊，可是这样子的话，我的完杂质就起来了，大概烫一次都。那我要拍啊，所以就比我好一点了，不然它很烂的，好不好？这个都要稍微检查过了，因为有的上面。好，所以你现在要剪。有的话就要先清掉。好嘞。知道我现在就近，他们好拍好拿，不然我再拿一下。穿烫而已，烫血水啊，烫杂质啊。想要怎样？我没事。是不是？你等一下。所以我们都会烫掉、清掉啊，因为这烫完会变成那个有点胶，像粘胶一样粘在上面，所以有时候会掉到这个缝里面，所以要看一下，胶是一定要挑的。我要等一下眼睛会睁不开。你也可以拿那个大网子一次给它下去，不管你们怎么盖过。那差不多了，那就是去杂质。温温的，所以就不待机啊。这一只鸭才一个舌头嘞。很多。然后你的能力强，也有人嫉妒你啊！啊，降温了。啊，水，来出味。换一个。香哦，中药味，这个防疫情我觉得，哦，是这样吗？有所谓，我干嘛替人家是有？它就是你的，这里面什么？黑糖二砂。
冰糖。好，这个耗时间哦。因为我比较深，下热水，好，让它先煮的。下锅会慢慢倒啊。哦咦，他早上倒的。哎，好，先这样，暂时。不要照脸，不要脸，脸皮薄啊！要不然你看我们这个年纪，很多都坐轮椅了，要盖过。还没啊，哦，好可怕，多少只鸭子，看看。成本很重的。比较好进呢、啊，给他拍了，他到没有错。
等它滚哈，它这个比较太大缸了。关火。下午一点。这个回去没吃的话，再冷冻一下，然后要吃就可以。吓人哦！对，外国人会吓。外国人说：“哎呀，你怎么跟那么舌头 kiss？” 把你蒸过。好。好。可能是酱汤。可以啊，我还有做。不要录进去，人家商业机密，可能是无私。那一烧就没了。好，吃吃的就是嘛。翻过来就会这样，因为它的压力不稳，反正会比较好看。如果照着画面来，这个红的效果，我觉得要收到。牙齿或崩掉，牙齿崩掉，神经都会痛。
忘记淋酱汁，要不要淋一点？淋一点。那我不要多那么快，因为我再拿一下。